講完援交翻嚟講呢個繼續講個情節啊，頭先講個關係圖，大家睇咗。即係睇過嗰個略略嘅關係圖啦，其實啲樣子就有曬公開曬嘅俾人，咁啊連阿 Heidi 都未睇啦。好睇關係圖下一張啦，好啦，就開始見到啲樣啦。惠利華左上角 ，OK， 咁咧野村美輝直查咗個黏咗個假眼睫毛，就對眼都認佢唔到啦。佢條仔就叫做成田。Daisuke， 咁有人括住系咪大介咧？因为我哋唔知佢个汉字，可以大富啊，各种各样都得嘅。福井彩乃嗱，见到啦，唔好谂衰嘢，彩乃唔系第啲嘢嚟嘅。咁跟住池田龙也就系福井彩乃条仔，唉，通俗啲啦，不如讲得。咁跟住咧，喺佢个 friend 阿池田龙也就系濑户大平一个咁嘅关系图。咁但系未齐人嘅喎，好再睇下一张，再齐脚啲嘅会，其他啲名唔变，池田龙也换咗另一张相啫。濑户大平，我相信呢张相都系21岁啫啩，哇靓仔到真系都唔识讲啊，后生到啦个样几年轻，21岁搞成咁。另外咧，福井彩乃嗰边嗰度系咪有一个叫河野那奈啊？见唔见到啊？哈迪右下角，啊 sorry 左下角讲错。Okay， 见到。跟住隔篱叫叶月啦，都唔知啦，问好啦。咁系咩人嚟嘅咧？纯粹就系 line 识翻嚟嘅，九唔搭八，唔知边度嚟嘅 friend 嚟嘅，就系咁样嘅一个关系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主角濑户大平下一张。右边嗰、那个，哇，真系型到咧，我真系。唉，我真系视觉系，真系想讲粗口添啊，粗口音嗰、那个。即是右边那个，左边那个九唔搭八嘅应该就唔关事嘅。好，濑户大平，哇，你睇下，靓仔到 ，Heidi 记唔记得咧？呢一集开始前，我同你讲咧，我话咧，我改个花朵俾佢咧，系叫做咧拇指先生，即系咧手指公先生，知唔知点解啊？因为佢个样好似只手指公，画咗啲眼耳口鼻。我哋再睇下一张吓。呢度有得笑得落啦，即系日本人有人咧觉得呢度有个样咧衰到咧系圆到系手指公一样，嗯、即系你画个手指公嘅样咧系同佢系可以好贴近嘅样。好嘅，再睇阿池田龙也同埋阿濑户大平，嗱一睇呢啲梗系有为青年啦，你睇个样子就知啦，系咪先咁？喂，咁嗱，左边系池田龙也。右边是濑户大平，即系头先阿武子先生。嗱、嗯，池田龙也仍然是右边两个 friend 嚟噶，仍然是濑户大平。嗱呢张相冇理由被收监之后先至影啊，即系摆明顶笼系21岁影。廿一岁点睇啊个样？嗯，好曳咧。吓，我觉得呢个样咧。佢話波知31，我都覺得嚇你31止唔止啊？即係個樣子搞成咁嘅樣子，呢、班嘅唉呢班咪粉腸咧，仲有相好繼續睇落去。我睇翻啲名字我都要。左邊成田大介，中間個女仔我都唔知係邊個，搞唔清。右邊耷低頭嗰個咧係成田大介嘅女友，亦都係呢一件事自首咗嘅兇手野村美輝。哇！呢啲樣真係好明顯係，即係好有前途嘅一班年輕人啦、啊。明顯你睇下啲樣子，福嗱啊左邊濑户呢、這個樣子我都係最好樣嚟，已經係濑户大平中間池田龙也，池田龙也條女就係福井彩乃，哇！佢做咩事咧個樣子，搞成咁樣嘅？好，但福井彩乃有啲扮嘢扮靚嘅樣嘅喎。哇！完全另一個人嚟嘅喎，點睇咁嘅樣都有嘅呢班人。